Hello， 你哋好啊！咁咧，依家系2月28號啊，咁咧就系2月最后一日啦吓，咁就系11:10啊，咁就个市咧就升翻126點啊，而家喺20,070點嗰度嘅啊，咁成交就好细嘅啫吓，489億啫啊，去到11點零鐘，咁就整体嚟讲咧个市咧都系正如之前咁讲啦，都系胶着啦吓。咁啊，外圍咧就跌少少咧，咁啊，港股又跟少少啊，咁啊，主要都係殺翻啲牛熊證啦嚇。咁啊，暫時嚟講咧，就嚟到呢啲位咧，就冇乜嘢好大變化住啊。咁但係都要留意下啦。咁啊，因為如果外圍都好翻啲咧，咁港股有機會話做翻好啲啊。咁因為咧睇翻我哋睇翻指數啊，指數嚟講咧。睇翻嗰個恆指咧，依家咧就係20,068點啦嚇。咁咧，保利交通道咧就唔係太理想嚇，咁啊即係落翻嚟啦嚇，挨住嗰個保利交通道嘅嗰個日線，呢個日線圖嚟㗎嚇，嗰個底部嗰度行啦嚇。咁至於周線咧，其實周線圖嘅話咧。嘅恆指咧，佢就係會依家好闊嘅，啊，呢個幅度好闊嘅，咁佢會有機會咧，就係會收翻窄啲啦，啊，收翻窄啲。咁周線圖嘅保利交通道嘅中軸位咧，即係20周嗰度咧，個平均線咧喺19,379，即係19,400啦，啊，咁就會唔會去翻呢啲位咧？19,400咧，就同而家爭大概係600點到啫，嚇。咁啊，另一個位就19,600啦。咁即係其實嗰度咧就都係層層係一個位支持嘅。啊，19,600啦，跟住19,400啦，19,200啊，三個位都喺度咧會守住啊。咁所以呢個係講下線嘅位啦嚇。咁上邊咧，暫時嚟講咧就指數上嚟講咧就比較大啲嘅阻力位咧喺20,500嗰度啊。20,500就另一個位。咁所以就依家嚟講咧，嗰個恆指嘅走勢咧，就冇乜嘢變化住嘅啊。咁結算完之後咧，三月份咧，但係三月份咧就又會講緊係兩會嘅事啦，人大啦，兩會嘅事。咁咧嗰度會唔會有啲多啲措施出嚟咧？講緊兩地嘅互動咧啊，咁就喺嗰個無論係內地嘅嗰個。貨幣政策啦嚇，咁啊佢嗰個會唔會喺消費方面啦，或者貨幣政策方面咧更加寬鬆啲咧？啊，咁我相信有機會嘅嚇。咁另外咧就香港呢邊咧同內地嘅磨合啦嚇，點樣會有多啲嘅互動咧？其實近期都講過噶嘛，喺前海嗰度咧有即係話喺嗰個投融資嘅嗰個業務方面咧嚇。咁點樣會再大家會做更加增加個靈活度啦，更加擴大呢方面嘅個做法啊？包括就兩地嘅嗰個投資嗰邊咧，就點樣放翻開啲啦？咁呢啲我相信會繼續會進行嘅。咁所以咧，就對個市嚟講咧，就又唔係太差嘅嚇。三月份可能就有機會小幅度回升翻啲都得嘅啊。咁如果佢能夠守得住喺20,000點樓上咧，咁佢又會試20,500。咁會唔會試到上21,000，甚至乎21,000，21,200、1,400嗰度咧？咁都有機會嘅啊。咁整體就係咁樣樣咯啊。咁所以又唔係太差嘅嚇。咁但係咧，睇翻啲個別嘅股份咧，就有好有壞啦嚇。咁啊，有啲資金咧就流走咗部分出嚟啦即係話有 profit taking 啦有啲獲利回吐啦。咁啊，有啲咧就繼續就係有啲資金開始流翻入去啦嚇，咁近期睇到咧，內銀、內房、內險都未得住嘅啊，咁啊內房、內銀、內險咧就未得住啊，咁但係咧就個別銀行好翻啲啦譬如招商銀行好翻啲，咁啊但係都係要等下啊，咁啊至於匯控咧匯控睇到咧就係睇圖計咧就唔係太好嘅啊，因為點解咧？你睇到咧就係佢係有。一個即係陰陽燭裏邊咧，即係所謂嘅叫吊頸啦有呢個咁嘅情況出現，咁咧就喺早幾日，
咁所以咧，佢就有機會咧，就慢慢就會喺呢啲位集結嘅，啊落翻嚟嘅，啊咁啊誒。至於另外咧，就恆指嗰度咧，嗱雖然咧佢而家落嚟，咁但係咧你睇翻下咧啲技術指標嚟講咧，譬如 stochastic， 我用嗰個係比較快啲嘅，啊我用咧就係93日嘅 stochastic， 咁咧你睇到佢喺呢啲低位咧，其實呢啲低位咧已經去到15噶啦，啊。即係話咧，快線係15，啊，慢線係10.9，其實咧就已經快線升穿慢線，但係咧佢曾經升跌跌升穿過幾次嘅，但係都冇力上去，啊，咁所以咧，原本睇住佢有啲反彈啦，但係反彈唔到啦，咁但係而家咧又升翻穿上嚟，咁會唔會可以破到呢個位咧？啊，咁如果破到呢個位，有機會做好啲嘅。啊 ，RSI 咧，你見到咧，我嘅14天同埋5天嗰度咧，都是開始快線升穿慢的了，這些都是一個指標。當然 MACD 你看看慢一點的趨勢線呢，就是未見到有特別了，所以就這些呢，就是，都是看到呢，就是說那個恆指在現階段呢，雖然看到就是差差地，但是呢就又未是壞得那麼要緊，所以呢在這個情況下呢，又不可以太過看得太過擔心，啊，又不需要太擔心，啊，咁只是膠著喺度嘅啫，啊，咁啊睇翻其他嗰啲咧，就好多咧都有啲唔同嘅變化，啊，咁啊講開呢啲咧，咁其實咧大家有興趣咧可以參加我投資班啦，我3月7日咧就開第這個另一班的了，就逢星期二的晚上7點到10點，有興趣的朋友呢可以是聯絡我這個電話6889918，或者是微信我，或者微信我就是潘鐵山的譯音，英文的譯音 PANTIESHAN， 內地的朋友呢都可以經過微信聯絡我的，或者打電話給我都可以的，咁啊，唔好錯過呢個機會，因為咧，我會教你點樣睇好多嘅技術指標啦，嚇，同埋陰陽燭啦，嚇，即係所謂 K 線啦，嚇，咁同埋咧嗰啲趨勢線啦，嚇，點樣畫趨勢啊？點樣換馬啊？加埋咧就係話而家啲衍生工具點樣用咧？嚇，有咩辦法可以對沖到咧？嚇，好多方法嘅啊，咁啊會教大家啊，咁就有機會可以參加。咁講翻呢個市咧。就而家係即係20000點樓上啦嚇，咁就係咧其他嗰啲股份又點咧？好多股份咧，有啲咧係同消費有關嗰啲咧啊，即係同內地消費有關嗰啲，包括係體育用品啊、啤酒啊、飲食啊、餐飲啊，都啲資金流咧係冇走到啊，都開始慢慢部分咧有啲係增加翻嘅，好似琴日啦，譬如海底撈佢又做咗個盈起之後咧。發咗個盈起，大家唔好忘記喎，佢個盈起咧就係好犀利嘅，因為咧佢呢個盈起呢個業績咧，其實就原本咧係2021年係虧損21億41億嘅嘛，咁啊就去到舊年咧就係至少盈利咧係13億，咁即係來回咧講到係嗰度50多億嘅盈利嘅啦，咁50多億嘅盈利咧嚟講咧，展望到今年嚟講咧，即係疫情咧已經係退咗啦，啊。咁啊呢個經濟活動咧全面放開翻啦，咁所以估計咧，如果係以咁嘅速度進行嘅話咧，佢今年嘅盈利咧嘅增長比起舊年嘅至少十三億咧，可能會增長去4-5倍噶啦，甚至6倍啦。啊，喺咁嘅情況，呢條咁嘅數計翻出嚟咧，咁呢個價咪超值咯。啊，即係話咧海底撈咧喺而家呢個價嚟講咧，就會係比較係超值啦。啊！咁算咗喺咁嘅情況底下嚟講咧，就有機會咧，就繼續會睇翻好啲嘅。咁當然啦，海底撈琴日大升咗之後咧，依家就回順翻少少啦嚇。咁呢個正常嘅。咁但係海底撈裏邊咧，佢嘅獨家供應商咧都係講翻嗰個啦，啊怡海啦，怡海咧佢而家係23.15元啊，今日跌咗6毫子。咁佢呢啲位置我相信集結完咧，慢慢有機會咧繼續都係做好嘅。既然呢個海底撈都有盈起啦，咁更何況係怡海咧？啊，怡海都唔會差嘅，啊，咁所以咧就大家如果有怡海嘅咧，就放心啦，揸住佢。啊，冇怡海咧，呢啲位咧不妨買少少都得嘅，唔擔心嘅。啊，
咁餐飲股啊，全部係重新睇翻好啲嘅啊。咁啊 ，Shabu Shabu 都係啦嚇，近期咧有啲資金流翻入去嘅啊，咁啊，所以都係會繼續睇好啲啦。呢啲位置就唔會太擔心嘅啊。咁仲有就係、是、九毛九啦嚇，同埋咧百勝中國啊，百勝中國咧佢又落翻嚟啦，而家咧去翻一個佢嘅上較高嘅位置嘅上落市嘅嗰個下邊嘅位啦啊。咁所以今天最低咧458.6啊，琴日咧最低咧457，咁近期嚟講咧最低都係喺450蚊度嘅啫啊，咁啊挨近翻458蚊度，今日個低位咧，其實大家可以不妨留意一下啊。可以慢慢，如果喜歡百勝中國嘅咧，佢可以買翻啲，因為百勝中國咧，佢做嘅必勝客啊，同埋家鄉雞咧，佢做嘅嘢咧係同其他係唔同嘅啊，佢同香港嘅家鄉雞有好多分別嘅啊，佢嘅本身嘅用嘅材料啦嚇、啊，都係個供應咧都係專門有揀選過嘅啊，同埋咧佢嘅個菜式嘅選擇咧，其實喺唔同嘅中國嘅各地咧。不同的地方咧有不同的特色的食物嘅啊，咁啊，所以咧就係喺咁嘅情況底下咧嚟講咧，佢嘅業績點解會好咧啊？因為佢係符合到即係話唔同嘅地方咧，佢哋嘅風土人情啊。咁啊大家不妨咧，如果而家通翻關啦嚇、啊，有機會咧可以去一下佢哋嘅旗下嘅店啦，家鄉雞喺深圳啊、廣州嗰啲去試一下都得嘅啊。咁或者係內地其他地方啊，因為咧佢有唔同嘅特色嘅啊，咁你就知道啊，咁所以咧呢間公司點解會睇翻繼續睇好咧啊？佢已經升上嚟啊嘛嚇，咁就所以係呢個咁嘅原因嚟嘅啊。呢啲都係中線比較好嘅股份啊，餐飲股裏邊咧幾隻都好有特色啊。咁至於另外咧講開之前嘅強勢股啦嚇，咁啊豐盛生活啊呢啲又係好強嘅股份啦嚇，咁所以咧就佢嘅成交唔係好多啊，因為點解咧？佢嘅問題就係話佢嘅流通性咧唔係好大啊，因為咧就揸住佢嘅股份嘅嗰啲股東咧就冇乜點樣流走過啊，咁所以咧佢嘅流通性啊相對係細啲啊，呢個就係主要都係一個問題啦。咁但係如果你話揸住佢作為中線嘅話咧，佢有咁嘅息口咧，俾到差唔多8厘息你咧，咁就好安全嘅啊。咁你揸落去5-6年咧，就已經。即係話有好一大半嘅嗰個成本咧，已經翻翻嚟啦嚇。佢因為收佢嘅息，因為咧派咗息之後咧，除淨咗之後咧，佢股價係冇相對咁跌咗落去嘅啊。咁呢個係一個強勢股嚟嘅。咁另外咧就商湯咧近期咧都企翻好啲嘅嚇，今日最高去到2.61啊，而家2.54啊。咁喺嗰個 ChatGPT 啊同埋。未來的元宇宙啊，好多嘅發展嗰度咧，我相信咧商湯咧，因為佢係一個人面識別嘅領頭公司啦嚇、啊。雖然而家未有見到盈利，咁但係咧將來咧都係會有好大嘅發展。嗱、啊，我相信呢啲位係有一定嘅直播率啦。因為點解咧？你睇翻，如果睇周線圖嚟到睇咧，其實佢去到好低嘅位嘅嚇。咁、啊、日線圖嚟講咧，佢曾經跌咗落嚟之後咧，其實佢都遠遠都未去翻佢嗰啲之前的高位或者甚至乎招股價啦嚇，咁呢啲都係揸翻耐啲係絕對係可以嘅啊。咁而佢嘅市值咧係有成850億嘅市值㗎嚇，佢唔係細嘅啊。咁另外咧就偉士佳傑咧就係佢係做嗰、那個雲端嘅儲存啦嚇，同埋雲端嘅數據上嘅互換啦。好多嘅嘢咧，佢哋都係有呢個技術喺度嘅。咁所以咧，喺 SaaS 嘅貢獻度咧，佢好大嘅啊。咁將來咧，我相信咧，就喺 ChatGPT 嗰度咧，佢都有好多嘅相關嘅配套嘅貢獻啊。咁所以現水平嚟講咧，呢啲位咧實在係吸引嘅。點解咧？佢個息口都有接近6厘嘅啊，佢個市盈率咧得個5倍啊。咁呢啲股份咧就係、是、絕對係唔錯股份啦。佢市值有67億啊，都唔算係太細嘅市值。咁所以大家可以留意住咯，呢啲股份啊。咁而睇翻資金流嚟講咧，近期咧商湯啦、偉士佳傑啦、
怡海咧都有少少資金流翻入去嘅，啊，咁所以呢個水平咧，你買少少冇乜所謂嘅，啊，咁至於331咧，就繼續 hold 住佢咯，啊，咁就雖然琴日咧有少少資金流走翻，啊，咁但係呢啲正常啦，嚇，咁所以問題唔大，啊，咁另外咧仲有一隻咧就係講緊係永達汽車啦，永達汽車咧近期有啲少少資金流走咗嘅，咁有貨 hold 住咯，如果要買咧等一等先，啊。咁而家要去翻嗰啲平均線嘅密集區嗰度啊，咁我相信佢可能要整固多少少啦嚇。咁另外咧，想講開咧就係話啲電信股咧，941啊、728、762咧都有資金流走嘅啊。咁而咧，你睇到咧電信股咧係有資金流走咗嘅啊。咁所以咧就變咗咧，暫時嚟講咧，就可能咧就要輕輕減倉噶啦嚇。無論941啦、728啦、啊941啦、728啦，同埋762啦，啊都係有資金流走到嘅嚇，咁所以要減翻啲噶啦嚇。咁但係咧，中興通訊咧就最近資金流入好強嘅啊，咁啊。所以咧，如果有貨唔需要急走住嘅，啊，佢已經去翻咧，差唔多過舊年嘅高位噶啦，啊，咁所以喺走勢上嚟講咧，佢係有一定嘅再上升嘅空間嘅，啊，咁所以咧就你如果要有呢個貨嘅話咧，就不妨可以再揸耐啲，啊，咁啊用翻如果佢回翻 10% 你先走咯，嚇，咁就用嗰個策略啦，就比較好啲，啊。咁而另外咧，除咗電信之外咧，講翻啲科技股啦。科技股咧，騰訊咧今日好翻啲嘅，啊，咁但係我都係嗰句啦，都係等一等先，啊，好翻啲咧，佢今日最高去到357.6啦，嚇，咁本應係355蚊樓下咧可以買翻啲嘅，啊，咁但係咧見到啲資金咧未有咩資金係增加翻啊喺呢啲位，啊，咁即係打得平咗啲，之前減持咗之後喺度打平，啊，咁所以我哋再睇一睇。看看個市嗰個恆指啦，會唔會有機會再試翻低少少？頭先講過，如果試翻低少少咧，去翻嗰啲19,600、19,400、19,200嗰啲位咧，咁你先至考慮翻買咯嚇。咁嗰個騰訊啊，咁而阿里巴巴都係同樣嘅一個現象啊。阿里巴巴咧就跌少少啊，而家88.幾啊。咁如果佢再沉落去，就下個位就去翻上次啲平台噶啦，85蚊嗰度噶啦啊。咁所以就算要買咗少少而未買第二注嗰啲咧，啊可能就等一等先啦。等到佢如果真係個大市要再試低少少咧，佢85蚊你可以喺嗰啲位先至去考慮再溝咯。啊，咁而3690啊、美團啊嗰啲咧，就雖然咧134蚊咧到咧有。係一個有之前嘅資金嘅密集區咧，喺134蚊嘅嚇。咁但係咧，因為三月份咧，佢都陸續有啲貨出嚟嘅，等埋啲貨出嚟先啊。喺三月中之後咧，等埋啲貨出嚟先，咁就先至去考慮啊。咁到時可能會直播率會高啲咯啊。咁至於小米咧，暫時就啲資金都係減緊啲嘅嚇，所以唔買住。啊！睇佢會唔會再沉多少少啦，11.5嗰頭啦，啊先至考慮。到時睇埋個大市個情況。而家係11.94，接近12蚊。啊，今日升咗少少啦嚇。咁至於京東咧，就175蚊。啊，京東都係減緊嘅嚇，所以京東就唔買住啦，等啦嚇。咁至於啲油股又點咧？油股開始有回調嘅啊。咁你睇翻油股咧，其實走勢上都唔靚嘅嚇。咁啊，油股上嚟講咧，就好似譬如883咁樣啦嚇。你見到咧，就近期嚟講咧，見過高位幾個頂之後咧，都上唔到之後咧，啊咁啊都出現翻一個射擊之星啦嚇，跟住就落翻嚟啊。咁所以咧就有機會再回調啲嘅啊。咁啊有貨嘅朋友要減噶啦嚇，或者走咗佢先都得啊。咁至於中石油咧就相對強啲啊，咁但係都係啦嚇，成個板塊都係唔得嘅時候咧就唔好諗住啦嚇，咁啊中石化都係啊，
咁所以咧就如果再落嘅話咧，可能要再落低啲嘅啊。咁啊要去到會唔會有機會又上落翻去3.75咧？即係喺呢個位啊，跌翻 10% 咧，唔排除噶。咁所以呢、這個暫時就唔好再揸住啊，或者減咗先。咁至於另外咧，內房又點咧？內房的資金咧，雖然有很多政策出了台，但是咧似乎都未係有很多資金流翻入去住啊。咁啊，無論係中國海外啦，而家19.9啊，咁我諗咧，中國海外19.9咧，就算想買佢咧，都等啦啊，唔好急住，睇佢去到19蚊嗰度可唔可以企得住啊？呢個係19蚊就係佢之前嘅低位嚟嘅，即係佢係都係喺19-22呢度上落嘅啊。咁啊，而家19.9啊，109咧就挨近翻短期低位。如果呢個位守唔住，你會落翻去我啲短期通道嘅。短期通道咧就係34.2到34.5嗰度啦。啊，咁啊去到嗰啲位先要考慮啦。啊，咁雖然咧就減持嘅資金咧都因為減持嘅資金都仲仍然有喺度嘅。啊，未見到佢有未有資金回翻翻嚟買翻嘅嚇。咁所以暫時唔睇住啊。咁至於呢個中國建材都係嘅嚇，有啲資金走翻啲出嚟啊。咁所以就唔得住啊。咁匯控又點咧？匯控咧頭先講過啦嚇，佢要去到咩位你先可以買翻佢咧？可能要去翻大概接近翻55.5嗰度啦。啊，55.5嗰度咧係之前咧有批資金咧係流入去嘅時候咧喺嗰啲位嘅啊。咁啊，去翻嗰啲位先啦。咁比亞迪又點咧？比亞迪咧個勢唔靚啦，啊，咁啊一路回緊落嚟啦。咁佢一路回緊落嚟嘅話咧，就你見到咧，其實就即係巴菲特沽貨嗰度咧，仍然都有少少手影喺度嘅。啊，咁所以咧喺咁嘅情況底下咧，加埋佢又減咗價咧。啲車股嗰度嘅嗰啲汽車嘅促銷減價嗰度咧，其實對佢有負面啦。咁所以當然佢嘅承受力最強啦嚇。咁等佢回翻啲先，佢會回翻咩位咧？佢回翻先前啦，先前咧就有好多資金流入去嘅位咧，係喺200蚊到202蚊嗰度。而家211蚊，而家211.6啊。等佢回翻嗰啲位，你先至考慮去吸納佢啦。如果中意比亞迪嘅朋友啊，咁啊去到嗰啲位先啊，唔需要急住啊。咁就另外咧，新特能源咧係好翻啲嘅，有翻啲資金流翻入去嘅啊。咁所以有貨朋友就唔需要走啦嚇，冇貨朋友咧，睇佢今日會唔會去翻。近翻佢我嗰條短期趨勢線咧，喺16.85啊。咁如果去得翻16.85嗰頭啦，17蚊留下啦嚇，咁咧你先至可以去考慮下啊。呢個係新特能源啊，咁就係講太陽能嘅啊。咁但係咧啲鋰嘅生產商嘅股份咧，暫時唔得住嘅啊，因為點解呢個價格咧要再減價啊？咁你見到昂豐鋰業咧就都跌得好犀利。啊，咁包括埋天齊鋰業都係啊，咁所以呢啲位咧就低就低噶啦啊，咁但係咧就因為鋰價嘅嗰個問題咧，就暫時都唔可以掂住嘅。咁至於消費類股份咧，譬如美蘭空港同中國中免咧，我哋等一等一先啊。咁雖然佢調咗唔少，但係咧啲資金咧見到咧就都未見到有好多嘅資金流入啊，等佢企翻定啲先至考慮。啊，同埋咧，無論 K 線圖睇咧，就未有見到乜嘢一個低位轉勢嘅情況啊，都未見到啊。咁呢個咧係中免啦嚇，中免咧你睇到咧佢就 RSI 同埋 Stochastic 都未見到 ，Stochastic 咧都未見到佢有轉勢嘅跡象啊，所以我哋再等下先啦啊。咁但係咧，如果中線少少咧，呢啲都係值得去考慮嘅股份嚟嘅。咁至於美蘭空港咧。美蘭空港咧係 stochastic 喺個底嗰度徘徊嘅 ，RSI 就微微向下嘅嚇，所以都未有咩
見底的跡象，啊，所以都是等咯，啊，等機會，啊，這些都是好的股份的。至於航空股呢，就雖然有繼續升上去，啊，但是資金流不是很配合，啊，所以有貨朋友我建議都是可以輕輕走一點的，啊，航空股，啊，至於，啤酒股呢，華潤啤酒啊和青島啤酒呢都好一點，亦都有些資金流入去，啊，但是呢就，現在的市況未定嘛，是不是？咁而家係譬如華潤啤酒59.45啦，睇佢今日最低57.65，啊，咁就我嗰條大嘅平均線咧，就喺57-58.5嗰度啊。咁咧，我睇你如果去翻58先至考慮咯嚇，啊。如果華潤啤酒啊，咁至於特步咧就未有見到好多資金流入住啊，咁但係咧李寧都是，啊，但是呢就資金開始呢就沒有再怎樣大減了，啊，開始定在這裡，所以我們看看啦，啊，而特步來說呢，我們看回呢就 RSI 和 Stochastic 開始有少少轉回好一點的跡象了，啊，就看多一兩天，啊，如果它再進一步有轉好一點的跡象呢就可以留，可以值得去嘗試一下，啊，現在的市又怎樣呢？是炒股不炒市，啊，慢慢有些個別的股份在輪動，啊，指數股呢就難搞一點，啊，因為為什麼呢？指數股呢就很多就跟個指數拉扯住，啊，暫時未見到有什麼起色，特別是科技股未見到有什麼起色，啊，電訊股又開始回吐，石油股又開始回吐，啊，所以都是，不是太理想住的，啊，咁慢慢做啦嚇，咁，個市都係有機會喺度嘅嚇。咁，如果個指數再飄翻高少少咧，咁你先至再做紅證啊。咁就依家嚟講咧，就呢啲位就唔上唔落啊，比較麻煩啲啊。咁啲股票就算買咗都唔太擔心嘅，直播率即係都一定係中線嘅直播率嘅嚇。咁冇咩問題嘅啊。咁今日咧就講到呢度啦，多謝大家嘅收睇嚇，咁記得撳 like 撳 like 撳一次好噶啦嚇，唔好撳多過一次，撳多過一次就無效嘅啊。咁同埋咧，喜歡嘅朋友介紹俾朋友圈啦，叫佢哋訂閱，訂閱之後有個鐘鐘嘅嚇，撳埋鐘鐘之後撳全部，咁啊有心邊話俾大家聽，訂閱免費嘅嚇。咁咧就有時間可以參加我投資班啦嚇，3月7日星期二就第一堂課開始噶啦嚇。咁多謝你支持啊，講到呢度啦啊，多謝你，拜拜。